苹果芭乐金曲榜。也还2016年第三周苹果芭乐金曲榜畅所欲言第五名迁都都是赖清德，你在蒋直南部弄假牙。立法院跟行政院应该移到中部，总统府应该移到台南。到南部打蚊子好痒啊，到中部吸空污好臭啊，搭高铁看资讯，光通勤就晕了。蔡英文要怎么做事，天容人不一样。第四名，也都是经纪公司在讲 SMAP 一下要解散，一下又哈哈骗你的啦的 Lionheart。SMAP 警报要解散，好险有木村拓哉坚持留下来。古偶机上排排站，看起来跟子瑜一样被道歉。内斗啊两败俱伤，让粉丝心酸满地玻璃痕。要好话题虽发烧，但主旨却是经济和天气都好冷哦的第三名雪人。雪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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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故事有家都下跌，听说台北就要下雪，口袋空空要我怎么生活。第二名，这一高还有一高，高高到每周都有新爆料，洪小磊嫁不对人了。头家我无离开你，投资失败我也无走，趁我有心又偷生，大汉才比我长着。是你，是你去骗我，偷生骗我到等我。世间亲像你这款人，哪会嫁乎你？只是糊涂，乎你来骗。负心的人，我袂找你。冠军没别人啦，红到还以为台湾女总统是周子瑜嘞，这大概就是恋爱症候群的感觉吧。2016台湾蓝天变绿地，人说要看谁，一名女孩叫周子瑜，写的唱的说的都被排挤的，忽然间她拿国旗就说她靠台湾独立，选前职业韩国经纪公司 JYP 对她上火，先鞠躬道歉，公开录音。我始终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。此举七星可以，明星可用，伤心绝对不可以，六八九万票都给了小英。这个世界又被游戏，背着黄安微博关闭，两岸都没有人理，还有 JYP 也被处理，侵权其实搞他到底。犀利用小英坐进总统府里，还有子瑜断开了封杀令，就连他老贝老母投资一枚真心，也跟着水涨船高更有名气。心里想的只有子瑜，子瑜，子瑜，子瑜。要说恋爱嘛，那倒也不至于。我只想说，他不要分那么细，但愿输的。心里想的只有子瑜，子瑜，子瑜，子瑜。子瑜说他中国人就没问题。有些人总能被原谅的容易，自以为。